干饼干圆圆，我最喜欢吃饼干，饼干饼干甜甜，我会自己做饼干。嘿，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做饼干吧，来把袖子挽起来，揉一揉，团一团，啪啪啪，饼干饼干圆又圆，饼干饼干圆圆，放进热热的烤箱，饼干饼干甜甜，饼干饼干转转转。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哎，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都喜欢吃什么水果呀？我喜欢吃苹果。我喜欢吃橘子。嗯，多吃水果对我们的身体好哦。嗯，那道哥，你最喜欢吃什么水果呀？嘿嘿，我最喜欢吃的水果是苦瓜哦，甜甜的，软软的。嗯，那你呢，摩尔？我呀，我什么水果都喜欢吃，猕猴桃、芒果、草莓、香蕉。哦，我还是最喜欢吃木瓜。木瓜，我记得红果果大厨师专门用木瓜做过一道美食哦，嘿嘿，叫微笑娃娃。微笑娃娃是木瓜做的。很美味，让我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微笑娃娃的制作方法。可爱的微笑娃娃，让我们一起做一遍吧。把木瓜也洗干净了，捧起来闻一闻。哇，什么味道的呀？好吃啊！是不是迫不及待的想吃了呢？接下来呢，我们要给木瓜呢，把它的外衣给脱下来，好不好？好。这个呢是胶皮器，用这个锋利的这一端呢，给它从上到下啊，用胶皮器呢把木瓜的外衣给脱下来，对不对？你看，给它放进这个碗里啊，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好，这个木瓜的皮比较薄，所以削的时候呢还是很轻松的啊。木瓜的外衣呢，我们已经给它怎么样？脱下来了，脱下来了，对不对？好，接下来呢，我们。
餐刀嘛。注意，这个餐刀呢还是比较安全的啊，但是使用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安全。哎，像红果这样，要切这个长的这一面，给它一分为二，切到底。你看我怎么切啊？对了，像露娜这样啊。啊！切完以后木瓜是什么样子的呢？打开看一看啊。哎呀！把这个小黑籽呢给它掏出来。啊，好！哎呀，可儿，你这掏的，掏成了一艘船呀！好，木瓜呢都已经处理干净了啊，接下来我们把它倒扣过来，像一个什么呀？我早就倒扣了，像一个山坡。哎，像个小山坡，对不对？接下来呢，我们要用餐刀，小红我这样看仔细了，轻轻的在这个位置划一刀，大概两个拇指宽，再切第二刀。好，两个拇指宽，量一下。第三刀，记住了，不能把木瓜切断哦。你们有没有切断呀？没有。接下来要竖着给它切两刀。我们呢用刀把这个头呢给它切掉，这个头是不能吃的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装饰这个木瓜了。我们把木瓜呢放进盘子里。哎，那红果果还给大家准备了很多水果，这么高兴，有哪些啊？这个西红柿，还有这个，这个叫桑葚。好，我们来找出适合做娃娃眼睛的水果，好不好？选择蓝莓来做眼睛，因为它圆圆的，非常的漂亮。把蓝莓放在木瓜上面啊，做眼睛。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它做表情哦。红果选择这个西红柿来做它的表情。好，我给它切开，切成薄薄的一片，放上去。好，接下来呢，猕猴桃呢来做它的头发。好，我们的微笑娃娃呢已经摆好了。最后呢，拿起碗里的这个橙汁啊，给它倒在微笑娃娃的四周。这个微笑娃娃做完之后呢，一会儿我们就可以来享用这个美食了。哇，微笑娃娃好可爱啊，太美味了。嗯，是啊，如果能有一道美食是由好多好多水果做的，那该有多好啊！好多水果，我想起来了，摩尔，红果果用好多水果做过水果酸奶呢。哦，水果酸奶，快让我们看看水果酸奶是怎么做的吧。水果酸奶的制作方法。来切水果了啊！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第一种水果，拿起来，猕猴桃，猕猴桃。那猕猴桃有什么特点？告诉我啊。有毛。有毛。哎，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餐刀先生来帮忙了。我们先把这个猕猴桃的这一边头给切掉，给它切下来。同样的方法，把另一端这个头也切下来，用勺背呢扣进去。沿着这个猕猴桃的轮廓，然后转一圈，转一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得到一颗完整的猕猴桃的果肉。接下来呢，用餐刀把它切成小块。切好的小块都放进这个小碗里啊。接下来呢，我们要拿起这个了，香蕉。噔噔噔噔，这个是什么呢？不知道。哎，我们先来看看它像什么。香蕉。
香蕉，哎，所以呢，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香蕉神器。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个香蕉叉叉叉叉叉叉，好不好？来，不错。脱掉，它有香蕉脱掉啦。对，香蕉要睡觉了，所以要脱外衣。一根完整的香蕉肉，剥完了香蕉皮，记住了，一定要扔进垃圾桶里啊！如果随地乱扔的话，小朋友是很容易摔倒的，对不对？好，我们把它扔进垃圾桶里。好，对准香蕉，哇！把香蕉肉放进这个盒子里。哎，我知道有一种水果啊，小朋友们特别喜欢，它是红颜色的。草莓。草莓。对了，就是草莓。哎，张开我们的手，像不像鳄鱼的嘴巴？哇哇哇哇哇哇！好，捏住草莓的两端，轻轻的往下切下去。好，我们把草莓打开看一下。很漂亮，对不对？放进这个盒子里。最后要用到的这种水果呢，啊，没错，香香的芒果，我们先来闻一下，好不好？给它切成十字形状。好，切好的芒果就是这个样子的，往外一掰，哇，怎么样？我们看到这个芒果的果肉是不是都露出来了呀？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用手呢，直接给它摘下来，小红果这样。好，水果都有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这个酸奶呢打开，开，好，把它先倒进碗里。我们喜欢吃的水果放进去，用勺子给它们搅拌一下，好吃。好，我们的自制水果酸奶大功告成。哇，好棒啊！好多水果呀，一定会很美味。在做的水果娃娃也是很可爱的呢。那你们喜欢哪个美食呢？小朋友们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参与我们的互动投票哦。哦，是的，还可以留言你喜欢吃什么好吃的，说不定下次做的就是你喜欢吃的哦。是的，我是道哥。我是摩尔。再见。觉得头晕，我全身没有力气，还疼。道哥，你是不是感冒了呀？我想，疼是吧？道哥，那你有没有去看医生或者吃药呢？对，我一会儿就去吃药。石头剪刀布啊！石头剪刀布啊！我赢了。小咕咚总是输。哎，后援，你看这是什么呀？我打开看看就知道了。后援，它怎么像糖果呀？是糖果吗？我尝尝就知道了。
停停，那太危险了！小朋友们，木耳来考考你们，在不知道是什么食物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试吃吗？不知道的食物不能乱吃。那小朋友，你真棒，千万不要吃啊！咕噜咕噜，浩然，我们不知道这个瓶子里装的是不是糖果，所以呢，我们不能乱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哦。知道了，小咕咚。不能乱吃。浩然，小咕咚，这个里面装的是维生素，来，你们每个人吃一个吧。啊，好。给，谢谢。给你的。维 C 酸酸甜甜的，真好吃呀。妈妈，这个好好吃呀，我还想再吃两粒。停。哦，小朋友，道哥来考考你们。药品我们是一定要严格按照医生告诉我们的剂量来吃，还是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呢？一定要按照医生告诉我们的剂量来吃。小朋友，你们说得很对，太棒了。浩源，小咕咚，这个是维生素，我们每天只能吃一个。现在我去把药箱拿来，我们把它收起来。好的，药箱来了。对，我们现在把这个维生素放到药箱里，你们要记得有这个十字标志的就叫药箱，药箱里面会装很多种药，记着你们不要乱动哟。知道了。知道了。木耳来考考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十字的标志我们还在哪些地方可以见到呢？医院、救护车还有药店都有这样的十字标志。小朋友们，你们太棒了。小朋友们，今天我们都学到了什么呢？知道就和我们一起唱吧。药品安全要注意，不明食物不要吃，谨遵医嘱来服用，十字标志要牢记，不知道的食物不能乱吃，药只能按照医生说的剂量吃。我在医院、救护车和幼儿园的医务室见过十字标志，我还知道120是急救电话呢。我是道哥，还有我，我是摩尔。和红果果一起操练起来吧。天地人和宇宙洪荒日月银座陈秀列张寒来舒往秋收冬藏舒缓，秋
我们很高兴。咕咚信箱，大家好，我是红果果。咕噜咕噜，我是小咕咚。铃铃铃，我是你们的朋友，我叫铃铃。好的，铃铃，赶快来看一看，今天是哪位小朋友在微博上艾特我们了吧？铃铃，好的。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吧。红果果，绿泡泡，小咕咚，我是天津的石苗小朋友，嘿嘿，我1岁4个月了，每天早晨一起床就是看智慧树，听到音乐就一起跳舞，我可喜欢跳舞了，我可是你们的忠实小粉丝哦。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今天有没有和我们一起做好吃的呢？如果做的话呢，就赶快把它们拍成照片或者是 DV 寄给我们，凡是给我们写信的小朋友都将有机会获得由我们栏目送出的精美礼物。电视机前的你赶快行动起来吧。咕噜咕噜，知道怎么联系我们吗？和我们一起跳起来吧。发条微博和我一起分享吧，穿着照片和我一起分享吧，拍段视频画张图画寄给我，记性地址一定要记牢，要记牢哦，北京市幺零三八信箱，第二张信箱，智慧树栏目咕咚手，小咕咚手，邮政编码是10038，啦啦啦，小朋友们快点来信吧，快点来信吧，小朋友们再见吧。